要谦虚，要谦卑，从内心里真诚的谦卑，这是我们学佛头一步。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第一句话，礼敬诸佛，从哪里学习？从这学习。儒家里展开礼记头一句话，去礼乐无不敬，没有一样不恭敬，事出世间法都叫你从谦卑恭敬开始。静心是清净，静心是无分别，礼敬诸佛特别要明白这个，否则的话心不清净，还在胡思乱想，还在张家长李家短的热热闹闹的，纵然在地上一天到晚磕头，一天磕十万个大头，头磕破了也枉然，那也不是恭敬。就恭敬在俗目庄严，事出世间法了，都是顺这个道理。我们心地真正清净的时候，他就起感应，与诸佛菩萨感应。诸佛菩萨教人求智慧，教人开智慧的方法，什么方法？清净平等觉就是方法。只要你得清净平等觉，智慧就现前。凡夫为什么不行？凡夫没有清净心，心是染污的，心是浮动的，不平等，心是迷，迷在欲望里头，迷在自我，总认为身生活，一切要为身的利益去着想，迷在这上，不知道身跟外面境界全是假的，这真相不知道，所以他的心是染污的心，是不平等的心，不平就是起波浪的，所以说妄心不是真心，迷而不觉，他生烦恼，不生智慧，这个道理很深啊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，认知这个道理，都不是简单事情。要认识清楚，佛教智慧的教，佛学智慧的教学，学佛就是求智慧，千万不能误会，学佛不是学求升官发财，绝对不是求多福多寿，不是，一定求圆满的智慧。智慧现前呢，你就得大自在啊。佛家常讲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这个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，求什么得什么。凭什么？凭究竟圆满的智慧。由此可知，智慧开了才有求必应，智慧没有开，有求是未必有应。这样我们才知道戒定慧三学之可贵。戒是手段，定还是手段，慧才是目标。希望诸位同学要多多的去体会，要正确的认识。我们学佛什么都求，只求智慧，般若就是智慧，唯有智慧呀，才能解决一切问题。智慧是究竟圆满，不但我们现前生活上的问题他能解决，生死轮回的问题他能解决，证无生法忍他能解决，成圆满佛果他也能解决。佛教我们求这个，不可以求别的。因此世尊说法49年，说般若智慧也几乎用了一半的时间，22年三种回向里面教给我们回向菩提，
有道理。回向菩提，菩提是智慧，我们所修集的一切，我们求什么呢？求智慧，不求福报。福报很容易迷人的，所以世尊在《金刚经》上教菩萨了，菩萨不受福德，菩萨修集无量功德，福报当然大了。佛提出警告，决定不能享福，一享福就迷惑了。所以回向菩提就重要了，念念求正觉。世间五欲六尘，名闻利养，沾惹不得，一沾惹就入了魔道。佛跟魔的界限呢，就在此地，丝毫不能够沾染。智慧是主，福报是附带的，有智慧就有福报，没有智慧福报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没有智慧就是愚痴，现在人哪个不愚痴？他不承认他愚痴，他以为他很聪明，以为他很能干。为什么说他愚痴？他所想的，他所说的，他所做的，全是轮回业，来生依旧搞六道轮回，这就叫愚痴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明白人，在这一生不造轮回业，决定超越六道轮回，这个人家有智慧。世间人没有一个不求智慧，不求福报。智慧福报是属于果，果必有因，没有因哪来的果呢？什么样的因能感到这样殊胜的果报？世出世间一切的因都不能跟念阿弥陀相比，念阿弥陀这个因无比的殊胜，得的利益没有边际，能灭无始重罪，能成无宗的佛智。无宗是没有止境的佛报跟智慧。真正明白了，真正搞清楚了，那个人肯定是一分一秒都舍不得空过。为什么呢？一秒钟可以念一句阿弥陀佛了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灭无量罪，成无宗佛智。我叫个福慧双修，能得无上菩提。这一句话要牢牢地记住，不能够偏离。相与非相，福与非福，两边不着，这是正观念，这叫做呀。福慧双修啊，这福慧是同时的。从什么地方修？你要是作意去修，我一定要去修福修慧呀。试问，你是不是起了分别心？你是不是起了执着心？换句话说，你福慧都没有。福慧究竟要怎么个修法呢？那就是你晓得立相，不执着相，不应取相，就是慧也。不废一切相，就是福啊。我们从早到晚呢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那就是福慧双修。不晓得这个道理，世间只懂得修福，没有所以不能得无上菩提。佛法特别是大乘佛法，世尊都是教导我们福慧双修啊，两者不能够偏废，不能够执着，应当同时修学，
相辅相成，才能够证得圆满的果位。我们在《三归记》里面读到皈依佛二足尊，这个二就是这两句，修福修慧，这两种都达到究竟圆满，可见他并没有轻视供养。佛为什么在此地要说这两句话？这两句是苦口婆心劝导我，修福千万不要忘掉修慧，没有智慧的福报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冷静的观察，仔细的思维，没有智慧的福报，享福没有不造业，福享尽了多半是堕三途。念佛的时候，我们的福慧也同福，福断烦恼啊，慧消业障啊，就在这一句佛号啊，福慧双修。你在世间修什么样的佛宝，不如念佛。念佛这个佛宝大，没有任何佛慧能跟他相比。为什么不敢？所以我们看到乡下阿公阿婆拉着念珠，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他在那真修佛慧呀，修跟阿弥陀佛相等的佛慧，这还得了吗？我们念佛有杂念，他念佛没杂念了，功夫蠢了。所以这样的人往生，我们对教理明了，他决定是僧，十宝庄严土上辈往生。他横出三界，云生四土，究竟成佛，得果清净。